冇错，我系出千。十五年前你捉我唔到，十五年后你点捉得到我啊？爹哋，我输咗，你带佢哋两个走。咁样个赌注太唔公平啦！我有同我个女，同我个徒弟报仇。呢手点啊？点解要杀佢师傅？阿邦走咗，佢唔会再翻嚟噶啦。我都希望佢唔会再翻嚟。佢系我丈夫啊！或者我唔应该俾你两个结婚。爹哋，你唔杀佢师傅咪冇事咯？当时嘅情形你都睇到。如果我唔杀古孟祥嘅，佢就会杀我噶啦。但系阿邦一定会揾你报仇噶。佢杀我唔到嘅。唔通你连佢都想杀埋？
爹哋，收手啦，爹哋。你放心，我会揾到一个圆满解决办法。真系唔杀佢啊！闯咗个祸，本来一切已经喺我掌握之中，但你又放走咗阿邦。我帮你揾佢翻嚟，同佢解释下。冇用嘅，有时啲嘢唔系三言两语就讲得清楚。你唔使唔安乐，我冇怪你。事实上，我哋两个人之间嘅恩怨，我亦都唔想再牵涉第三者在内。终于出现，我唔出现点样杀你啊？好，我人喺呢度，你即管嚟。我当然唔会就咁嚟。而家我喺长沙海滩等你，你一个恩嚟啦。我唔会嚟嘅，我唔会将自己条命嚟靠飞。随便你。如果你中意以后分分钟提心吊胆做人嘅，你即管唔好嚟。点解要喺海滩？你有咁多手下，我都惊你叫人埋伏嚟暗算我。你条命矜贵，我条命一样值钱嘅。好，你等我。我信你系有口齿嘅。
我师父同你嘅恩怨系喺赌台度嚟，应该喺翻赌台上面解决。但系你太唔守道义，我师父赢咗你，你仲要杀咗佢？系佢想杀我。我哋嘅赌主系如果佢赢咗嘅，我就放咗江昭同埋汪碧晴。但系佢唔守信。 你唔怪得我，你知唔知？我呢一生人从来未输过，就只系输过一次俾你师父。我等足十年，目的就系想同佢再赌一次。可惜我又输咗，一个人冇几多个十五年。 我嘅心情你系唔会了解，我估唔到你系一个唔输得起嘅人。你唔单止杀咗我师父，连古山山同阿东你都唔放过。我喺尼卡斯奴做咁耐，你一直咁折磨我，我哋之间嘅恩恩怨怨，今日都应该了断啦。我知道今日你唔会俾机会。 同样，我亦唔会俾机会你。不过喺决斗之前，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：今日嘅事，无论如何要瞒住万华，唔理谁胜谁负，唔死嗰个就要永远照顾万华。呢件事你唔使担心，我一定会咁做。 阿敏，庭坤，你哋唔好开枪啦！阿敏，你行开！阿博，你放我庭坤啦！你系咪中意咗佢？系咪？阿敏，你行开，唔使同佢讲嘅。爹哋，我都好羡慕你。 到你今日咁嘅年纪，仲有个咁后生嘅女仔中意你啊？佢对你好好，有冇我对你咁好啊？嗯？放开佢！庭坤，庭坤，你点啊？ 掉支枪过嚟俾我，掂埋嗰把枪过嚟，过去。 本来我想等你两个死得死一个出，但系为咗证，我要亲手杀你，你即管杀啦！
赢住仗，你收埋嚟准备对付我。而家都系对付你嘅。阿波，你冇杀佢，你冇杀佢啊！你唔好同佢求情，你行开。佢呢个人死有余辜嘅。你开枪。呢一枪是我师父古孟祥打你的。平君，平君，你怎样啊？我送你医院啦，我帮你通知漫画。唔得嘅，就算我死咗，都唔好话边个人帮打我。你不会死的，死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一个人孤零零在这里等死。庭坤，你好了解我，我有一个非分的要求。你讲，你讲，你可唔可以想你陪我，直到我死？就翻嚟噶啦，你走啦！佢唔会再翻嚟。吓？佢死咗。你讲咩？你讲咩？你讲清楚啲啊！讲啦！你爹哋揾到我，佢要杀我。点知突然间阿豪出现，阿豪杀咗你爹哋。本来阿豪连我都想杀埋。好彩我杀咗佢先，爹哋，妈妈，妈妈，
嘅事话俾嫲嫲知啊！你惊咩？嫲嫲而家情绪好曳，我怕如果佢知道，佢会更加伤心。死，唔通系阿邦做？潘俊浩就可能系，但系郭廷坤就唔会。点解？啱先至帮郭廷坤串谋杀死师傅，佢唔会咁快杀死佢。我谂古老伯呢件事可能系误会。呢件事系你同我亲眼得见，你仲要帮住佢？佢变咗啦，佢唔系以前嘅乔振邦嚟。我唔信佢变得咁快。我都想唔信啊，但呢个系事实，我唔会冤枉佢。呢一件事我一定会查清楚。但你只脚冇咩事啦，好翻好多。如果呢件事查出系真嘅，你会点做？我一定会同师父报仇。是郭生的女婿，我怎会杀他？哼，那天郭生明明叫我们绑住你，后来就不见了你，跟着郭生就死了。那郭生不是你杀，是谁杀？我啊，郭生是潘俊浩杀的，不关我事。哼，浩哥都死了，你怎么说都可以。你说吧，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说了吧。不说了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了。哎呦，咁多把刀！乔生，你冇咩事嘛？你哋听住，郭生系我杀嘅，你哋以后唔好再嚟麻烦我。乔生，我哋点样处置佢两个啊？我唔想破坏郭生嘅规矩，照郭生以前嘅方式做。不用太重手。敏，你想怎樣？曼華身體不好，我想你留在這裡陪下她，而且外面的環境太複雜，不適合你。咁讲你都几关心我嘅，不过可惜咧，我都唔知道你几时系讲真，几时系讲假。阿邦，你太卑鄙啦！你连自己嘅外父都要杀，仲要瞒住曼华，试问我点可以喺你屋企再住落去？我杀佢有我原因。我唔想知，我亦都唔想你。我而家净系想离开呢度啫。敏，点啊？你惊我出咗去之后会将你杀郭廷坤嘅事讲晒出嚟咩？如果系咁，你干脆将我杀埋啦。敏，唔使惊啊，你走，有我喺度，
佢唔敢伤害你。阿耀，敏啊，你想点？冇嘢。系咧，我周围咁揾你阿耀，我惊你哋出咗事添。碧晴咧，佢冇咩事啊？佢冇嘢，你有心。系啊，郭廷君已经死咗啦。我知，系你杀噶嘛？系。嗰日嘅事我都惊你误会，所以我卒之杀咗佢。而家卡斯诺属于我啊，我哋再冇对手。耀，我哋好似以前咁，大家再拍档。我唔会再同你合作。点解呢？今日喺你嘅眼里边，就只有字。呢系冷血。你连师傅都可以杀，我杀师傅？唔系啊，耀，嗰日我亲眼见你揽住师傅，你唔俾师傅杀死郭廷君，所以师傅先至会死。你想错过廷君位好耐咧？你先取信于佢，然后杀咗佢。天门里边嘅最高心法六亲不疑，你做得到咧？你误会啦，耀。就算我硬冇人性啊，我都唔会害师傅噶。咁就要你自己先知。我冇做过，你讲乜嘢都冇用。我念在同你一场同门师兄，我俾个机会你同你赌局。你赢嘅，我就离开呢度；你输嘅，我就要你死。唔得，我唔会同你赌。你惊？我唔系惊你，我冇做过对唔住师傅嘅事，我点可以同你赌？你今朝就唔敢赢。唔使追，嗰个姚啊，一啲理由都唔讲噶，总系冤礼人。唔关佢事嘅，佢唔知呢件事嘅真相啊。好啦，得啦。我怕以后啊，再会嚟揾你麻烦啫。唔怕，迟啲等佢心情好啲，我会同佢讲清楚。佢一命填一命，你开枪你都冇命。妈妈，佢唔系好人嚟噶。我唔理，我净知佢系我丈夫。呢个人丧尽天良，佢为咗想得到卡斯诺，佢连你爹哋都杀。妈妈，你唔好听佢乱讲，系真嘅。唔信你可以问卓文。呢件事就只系卓文一个人知道。卓文之所以走，就系因为佢。妈，系咪？唔系啊，妈妈。唔好埋你，阿婆。唔系啦，妈妈。你唔好埋你。妈妈，你唔好埋你。听我讲啊。唔好你，你唔好埋你啊！妈妈，唔系你啊！爹哋，爹哋。妈妈。
唔好咁啊，嫲嫲。咁你乖乖地得噶，吓？阿爸真系我爹哋啊！你镇定啲啦，乔太。我问你，阿爸有冇杀死我爹哋？有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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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阿爸你得咁啦，唔好咁啊！我唔该你啦。打死你哋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妈。有冇有冇有冇？好啦，快我！唔好再咁啦，文，我想埋床。妈！乔生，你唔使担心嘅，我头先同佢打咗针，佢安静咁瞓觉。佢已经受过一次刺激，你哋冇好好地照料佢，呢次你是点？有冇得医啊？除非有奇迹出现。佢点啊？佢癫咗。佢呢世都唔会好得翻，你安乐啦。江志耀，你做咗咁多嘢，你为乜嘢？就因为你唔抵得我嘅事业，同我嘅爱情都比你好，所以你想尽办法嚟破坏我。而家你成功，漫画嘅事我系对你唔住。师父的死，我是不会原谅你。上去看看妈妈。唔使，你想看看她凄凉成点系嘛？你不用到猫哭老鼠。本来而家我一枪就打死你，但系我念在同你一场师兄弟，我今日不杀你。你好想同我赌嘛？你话你好想散我嘛？好，而家我俾个机会你，我同你赌一铺，就用我同你条命嚟赌。点啫？但如果输咗，连命都冇埋噶。你唔系我，你唔明白我而家嘅心情。我由冇人理嘅孤儿，至到而家长大，都系多得师父。我亦都当佢系我再生父母，但我对佢一啲报答都冇。直至到佢而家死咗，但系帮又点呢？佢何尝唔系你个师兄？如果佢系有事嘅，我会唔顾我自己性命嚟帮。但系佢个出卖师父，我就永远都唔会原谅佢。漫华已经癫咗啦，咁又何必？亦都系因为漫华嘅事。我唔可以，我唔可以唔杀阿邦，我亦都唔可以唔俾机会阿邦杀。哎呀，恶爱，打死也是鬼罪。不解決我愛，我愛，愛我。
怪，猪仔怪，爱，爱。卡斯诺开业以嚟第一日休息，我特登攞佢嚟招呼你。你谂得好周到，今日边个输赢都好，我唔想第三者在场。博，你唔好赌，你同志尧之间有咩恩怨可以化解？有。我哋两个之间嘅恩怨根本系冇办法可以化解。志耀，今日佢同我之间系唔会有一个龙起细算。志耀，你以为阿邦死咗，你师父就会开心咩？博，唔通志耀死咗，万华就会好翻啦咩？你当为了我，你不要赌。我不会因为你而不跟师父报仇，没人可以代替的师父。你准备好没？
我呢只都系，我系聪明人，聪明人系唔会死，聪明人唔会一世救。好，咁就睇下究竟今日系命运操纵我，亦或系我操纵命运。郑邦和江志尧这场决斗，由于没有第三者在场，所以谁胜谁负根本没人知道，但是自从这次之后，他们两个就不知所